上就穿了，家人们，我穿裙子了，我从来没有穿过裙子，家人们，期不期待？肯定像个什么，我穿起来，哇塞，哇 ，Liz， 哇，一个人穿好难，好难。这什么裙子呀？好搞笑，我穿着。穿了一个毛衣在里面，我怎么成这个样子了？家人们，我要不要让他退了？我第一次穿这个样子，好搞笑！我看一下呢，真的好搞笑呀！好看呀，真的吗，家人们？拉上了。我穿它，我都没有试过，刚刚才打开在盒子里面，远一点，好的。好看吗？不好看我就让它退了。还有一件，家人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还买了一件，我都没有试过。今天晚上阿姨们直播间，姐姐和阿姨帮我选一下，是不是要过节了？她给你买衣服，让你穿好看一点。我也不知道，退了呀，不怎么好。你们不要骗我哟，好土呀！那到底好不好看？这样，我都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看。不能，太长了。那我拿去剪了吧，我拿去剪了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不试了，我试不出来。真的不试了，对，这个领子太大了，我穿了里面又穿了一件。看评论区，退了呀。对，我觉得他应该买的很贵，我还是退了吧。那就，因为我确实就是不适合穿，我没有穿过裙子，我适合穿牛仔裤，然后规规矩矩的那种，然后就才自然一点。不好看，退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不好看，退了。好的，好的。那我再今天试一下花的这个，花的这个我觉得好溜呀，它是吊带的，它你看就是这样的。还有一件，家人们，哇，他给我买了一件超级长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衣服好长，我给你们看，在业主的眼里面，我是可能在他的形象里面，我就是一个很长的人吧。你要学起来穿，我怎么学嘛？我在看评论区啊，花的更土气。都退了吧。最后一件试试。你好搞笑呀。欢迎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被说的，我真的我都不知道穿什么了，还是穿我那个衣服，这衣服真的太长了。
太长了，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长的衣服？而且好挤，哇呀！完了完了，脱不下来了。这怎么脱的？我到时候不可能穿这件吧，家人们。我还是适合穿一件上衣，然后穿一个裤子，不适合穿裙子。银灰色的比较好看，长款很适合你。他可能觉得我很高，就要买很长的。穿旗袍，我旗袍的话太修身了。我那天和叶总他叫我穿旗袍出去，家人们，然后我穿出去我都带了一件防晒衣，最后我就穿防晒衣了。对，穿上可能更有气质，真的吗？谢谢啊，感谢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，感谢家人们，真的谢谢你们的评价啊，我都知道了，我要退了啊，有的该退的我就直接给他退了。你的背背裙在哪里买的？背背裤我没有背背裙，那个是在路边上买的，路边的店里面。穿第三件看一下，他还给我带了一个鞋子，带了一个鞋子啊，家人们，你要不要看一下啊？这个鞋子，我都有点好奇了。这个鞋，我看一下呢，家人们想不想看？裙子呀，给家人们看一下啊，因为你太瘦了，我吗？这是什么鞋呀？这是什么鞋？哇，布灵布灵的，好看吗？像公主穿的一样。这个鞋子真的喂，像公主的鞋一样。好洋气呀、啊！好洋气，像星星一样闪。对，这个鞋好看呀，大家都觉得好看，我也觉得好看哎。看一下两。鞋怎么有鞋带？哇塞！这个鞋上面是款式吗？
好看吗？配白色裙子好，真的呀。家人们，叶总呢？他在忙，家人们。我穿着小了，我穿着真的小了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小，家人们，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小了？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是小了吗？这叫刚刚合适，还是拖鞋都要大一码呀？你们看，家人们，啊，拖鞋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很少买鞋。我的脚变长了，好像，脚变长了。刚刚好呀，我走一下路呢。我是平时我穿36的，但是这个拖鞋，刚好哦，好的好的，我以为拖鞋要买大一码的，我没有买过这种鞋子。应该是穿着穿着它会变大，我觉得啊，家人们，我也不知道。欢迎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，换裙子，我刚刚穿了呀，家人们，这裙子只能退了。你们觉得呢？这裙子可以退了，浪费钱。我给我的话，我平时又很少穿。对，会松一点，休息鞋会大一点。应该大一码，穿不会变大。有可能是因为家人们下午的原因，所以脚就会变来大一点，家人们是不是？今天你退了呀？你把那个防晒衣再穿给我们看一下，哪个防晒衣？长款的那个吗？家人们，你们说的是长款那个呀？待会儿安安都还没有看到我穿，我就给他退回去了。有一个裙子，哎，我都放了一个月的，不退呀、啊！家人们看不看另外一件，就是上个月，然后给我都现在都没穿。今天小胡还给我说，他说你这衣服放在家里面发霉吗？放在家里面生衣服，我给家人们拿过来，喜欢你分享。真的喜欢我分享吗，家人们？喜欢我分享，我就去把那个衣服拿过来给家人们看啊。那个裙子像公主一样的，他就说那个裙子像公主一样，我没穿过，我觉得那个穿着不习惯。看呀，好的，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，我们把小赞赞点到100万，一直把手放在这个屏幕前，把放在这个小赞赞上面，我们把小赞赞点到100万，家人们，然后的话，我们现在直播间马上11万人了，然后也可以把直播分享一下，
然后我马上去那个啊，喜欢帮你选衣服，是的。我把那个家人，等一下。我还说给你们放个音乐呢，看另外的两件呀、啊。嗯，好，可以的，家人们。我去拿啊，今天这个衣服不适合你穿。好的，那我就去拿那个放在家里面放了一个星期那个，好不好？然后你们帮我选上车长款防晒衣，我都拿过来。家人们，点点小赞赞。好，干嘛呢？啊？去房间里在干嘛呢？我拿这些给他们看。这些。